即将开始第二周的这个在家里上班，working from home，然后这就是我的那个 desk setup，standing desk。哇，15秒过得好快。桌面由戴尔38寸的曲面屏作为多任务的主显示器，搭配竖立放置的一面25英寸俯屏。显示器上方悬挂一个既节省空间又避免屏幕反光的台灯，便于切换不同的主机。所有的外设都通过一条雷电3接口连接，在支持多屏数据传输的同时，也能够给笔记本提供供电。Standing desk 搭配的按键能够自由的在站姿和坐姿的不同高度间自由切换。桌面下方的线材管理，尽可能将数据线和电源线隐藏起来。下方这个黑色的不够长的 HDMI 线，我下面准备把这个替换掉，然后所有的线材都可以从右边那个数线器里面与主机进行连接。